然后就把孩子养大，把他抚养成人啊，让他在一个父母不全的家庭里长大，就跟你一样。爸爸家住两地，妈妈家住两地，居无定所，放养成长，然后长大变成一个对家庭、对责任毫无概念、一个金玉其外的空虚先生吗？向小飞，你自己刚才也说了，他是一个生命啊。 哎呀，行了，又不是生死离别，今天这顿饭是欢送宴，哎，你们别把气氛搞这么悲伤，行不行啊？你们，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，啊？我们三个人不在你身边啊，自己长点心。你们仨不在我身边了，倩倩在我身边啊，我长什么心啊？不需要。哎呀，吃吧吃吧吃吧。杰森，以后你来我们接你走，我们送，但你要记住啊，咱们哥四个是一辈子的兄弟。这是永远是你的家。嗯，反正这路程啊，也就两三个小时，常回来看看吧。好，肯定的。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笑比哭还难看啊？啊？不舍得就说呗。我当然舍不得你们了。我在上海待了十几年，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，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这一走，好像什么都没了。 记得大学咱们刚毕业那会儿啊，郭老二在学校里边当助教，小飞呢，商场里边当销售。那时候你找不到工作，就今儿吃这家的泡面，明儿喝那家的牛奶，就这么把你养活过来。他哲学学傻了呗。 哎呀，其实那会儿我就想回老家的打算了，我就觉得吧，我跟不上上海的节奏。但是有你们帮助我呀，我怎么舍得走啊？现在不是都老了吗？要面对。 肩上的担子了，成熟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反正我是要走的啊。那个，你们有什么要嘱咐的，就说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洗耳恭听。你啊，就真的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的把未来的生活过好就行了。嗯，郭老二啊，我觉得自从你放飞自我以后，说话越来越有道理了啊！来，走一个。 好好把那个店给攀活了，多挣钱，一夜暴富，有空回来喝喝酒，行不行？遵命，而且我一定让你分红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哥四个这么十多年一路走过来，一步一步的，我们穷过，苦过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怂过，不管在哪儿。 必须要做你自己。我接个电话。今天发生的事，感觉跟做梦一样。哥几个在一起十多年。 真挺省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咱们就少说几句吧。其实说的越多，他越难受。妹妹，你这吉他借我用一下。 那天我们本来不想喝醉，但是最后我们都醉了。我们醉在了十几年的青春里，他同BBC、小霸王、冲洗胶卷、诺基亚，还有很多很多过去的东西，一并悄悄离开了。曾经以为这些永远都会在，成为了一种习惯。 但是，一回首，只剩回忆，后会有期。哎，你别这样了。你之前去同宇那儿，我也没这样啊。两个地儿，又不是隔壁，能一样吗？倩倩，我知道你去追寻爱情了。 可我还是舍不得你。你以为我舍得你啊？那天李杰森他就坐这儿，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我，完他就跟我说，他要回徐州了。我觉得那一刻的他太脆弱了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必须得陪着他。 你知道他有时候特别傻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个好男人。倩倩，我知道，其实不仅仅是他需要你，你也需要他。
我都明白，但是你忽然之间走了，我心里就是很难受。你说我们俩从小到大分开过几次啊？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的，你明白吗？再说，现在已经有那么好的一个人可以照顾你了，我很放心的。 可是你去那么远的地儿，我不太放心你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倩倩。就你最烦，天天惹我哭。以后没有人让你哭了。你们三个老小孩真不听话。 你看人多多说不来就不来，你们仨说了不来还来。你别总拿你们姐们跟我们哥们儿比行不行？他倒是想来，哭晕了。来归来啊，今儿谁都不许说伤感的话，知道吗？不是你也是的，说了还有待半个月呢，干什么呀？着急走啊？行了吧你，就是你哄我哄的欢，撞人不舍啊？不，你可以出差啊，你走在回来呀、啊，有必要直接走吗？不走，出差那几天了，哎。 你如果真的不舍得我，跟我回去。弟妹，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儿，你多担待一点，好好照顾弟妹。照顾好自己，多打电话。哎呀，知道啦。咱们几个过几天去看他吧。哎，那说好了，你们要过来看我啊！啊，我等你们了。等我们过去看你吧。啊。还没有检票的乘客，请尽快检票。 哎，那个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，一会儿我上车了，你们就走，我也不回头，你们也不许回头，我可受不了离别的车站。行了，赶紧滚吧，啊！走了。 我的心情如同这列车。 我想多停靠几分钟，却已想起钟声，只能远行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的这一刻，上海的李杰森已经不存在了。他和他的十多年，就像一场风吹过，什么也没剩下。我并非眷恋这座城市，而是想念这座城市里的人。我生命中什么都可以缺少，可以没钱，没背景，没出息。 但只要有他们在，我就是那个完整的我。我们一路一起走过，但到此只能为止了。兄弟们，对不起，杰森撤了，再见。 郭先生吗？啊，是的，我是您的编辑 Nancy。小杨，哦，您就是 Nancy 姐姐，终于见面了。这位是，这是艾米，就是他把我的作品放到你们阅读网上的，而且平时在网上跟您对接的郭先生，其实就是这位郭先生。哦，您的助手是吧？贤内助，果然是才子佳人啊！像您二位这样的夫妻档，在我们这儿也不少。 琴瑟和鸣，舒服得很。今天请你们来呢，是想谈一下签约的事情。这份合同啊，是全职合同。我们阅读集团呢，想要响应政府的文化发展大计，提升网络文学的水准。而您写的这个郭先生的历史呢，是这个月在我们网站最火爆的历史类书籍。我们想邀请您入驻我们网站。这个稿酬和奖金呢，您一个月的收入啊，按照现在的点击量换算呢，就能达到50,000元以上。 如果你们完稿了以后，我们会联系好出版社。如果你们的作品呢能够成功的IP化，它的商业价值，您应该是知道的。不好意思啊，
其实我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，而且我也是头一次接触这种东西。您说的，如果想我全职做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太适合我。我写书的初衷也是为了想教好学生。郭先生，叫您郭老师吧。我觉得教书育人呢，的确是人间最有意义的事情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老师您教一个班几十个学生，这个数量是有限的，但是你写书就不一样，看过您书的人都会受到您的教育，这个数量是无限的。刚刚啊，我觉得有一句话戳中了你的心，上课能教的人呢是有限的，而书籍却是无限的，对吧？但是教书育人，这是我的职责啊。但是，按照命运的指引去做更好的自己，不也是你的职责吗？喂，姐。啊？什么快递这么重要？还非得我亲自守着？行吧，行吧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那个，要不你陪我回趟家吧，我去取个快递，然后我们再找个地方好好商量商量。嗯，好吧。哎呦，怎么啦？这原来上课呀是站久了腰疼，现在坐的久了，这颈椎脖子老不舒服。那你平时在家应该做做瑜伽拉伸啊。瑜伽？嗯。怎么了，山啊？嗯，反正等快递，咱俩没事干，我教你。现在啊？嗯，包一个。哦。膝盖和你的肩同宽。哦。然后，吐气，吸气。怎么样？好像舒服点了，是吧？我们来休息一下。哦。把你的呼吸调均匀。嗯。侧身。嗯。侧过来。哦。就是那个快递啊！来吧，智能交通系统第一次 demo 演示，开始。老大，
按照您制定的计划，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现实交通的一个缩影。这些屏幕上的小黑点代表现实交通世界的每个个体。现在我们启动我们的智能交通系统，给这些个体发出指令。红线是指定路线，而红点代表着最高速的制定位置。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这是指令系统起了作用，实时监控的雷达隐藏在道路之下的智能坐标系统发出了准备命令，让他们有了规则。当然，如果道路上出现不可抗力，比如说车祸，那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检测，然后迅速重新的给出最合理的规划。红叉的位置是我们模拟的交通事故现场，它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故处理方案，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，无论是道路救援、车辆损耗，还是医疗的紧急方案，我们都可以通过智能交通指令来解决。以前的交通就是一个二维世界墙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三维世界崭新的路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个 demo 已经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前瞻性。我马上跟腾飞网络联系一下，把 demo 传给他。小郭啊，请你原谅阿姨有点唠叨。主要呢，艾米从来没说过她谈恋爱了，我们呢自然有点担心了，所以呢就忽悠她说送快递，其实呢就是想来看看她，那也顺道看看你。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大学副教授。啊，副教授？啊，是的，我在本校读了研究生，后来就留在了伯利大学，在历史系做老师。而且，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讲师，郭老师闲暇之余还会写作呢。他的书在网上特别火，回头出版了给您们二位送一本。那个，小郭啊，你别怪我们意外啊。我们家艾米这丫头啊，从来在这方面没有跟我们好好说过。你呢，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见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多问了几句，你别见怪啊。不会不会，我能理解的。啊，我们家是杭州的，这个你知道哈。本来艾米毕业的时候呢，是想给她买个房子的，哎呀，但是上海这两年的房价一直涨一直涨，现在都已是好高好高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买房子了吗？三俗了啊。你呀，多吃，大人说话少插嘴，乖。我以前买了一套小的一居室，贷款买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又要还房贷，还要生活，还要孝敬父母，对吧？够不够啊？啊，其实够的。除了一些积蓄，我每个月还做理财呢。爸妈，别问了，菜都凉了，吃。哎呀，这也没问什么呀，我们就是跟小郭聊聊天了。谢谢，吃吧吃吧，啊，姑娘。都你喜欢吃啊，你多吃点儿。我认真和你说，他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这都奔四了，足足大你九岁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什么开玩笑？都什么年代了？而且当时你跟我爸在一块儿，他们不还嫌我爸比你年纪小吗？最后爸爸不还是一句“女大三抱金砖”就把你娶回家了。别的不说了，这好好一个老师。还要写什么书，这让我觉得更不踏实。他要是不踏实，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就没有踏实的男人了。而且人家写书怎么了？他的书在网上点击率可高了，特别特别火。火，火还要还房贷，这条件也确实太一般了。艾米呀，我只是希望你找一个有房无贷、事业稳定的啊。行，那您希望您找吧，反正这个事儿你跟我爸商量，你找不找的你俩说了算，我是不找。哎，不是妈唠叨，你还小，以你现在和他，确实不是特别合适。哎，行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啊，只要咱宝贝闺女喜欢就行。闺女，来，带爸爸看看你这还缺点啥。来，嗯，哎，39天，12星针成立一个月，你给了我一个奇迹。我会把这个 demo。上集团内部高层会，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推广。可是这么快就要上会吗？
你现在改变的是整个交通体系，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设定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。这需要各大公司、交通部门，甚至政府的资源去支持你下一步的推进。我倒有一个提议，在下周，上海会召开一个亚洲智能科技的大会，我想把这个提案直接送上去。一旦获得认可的话，那我们这个项目将会成为政府和全社会最关注的项目了。好想法。稍等一下，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操之过急了？因为现在整个的项目它只是一个概念 ，demo 呢，它是一个提供思路的一个方向，还不够成熟啊。童宇，你要相信我和高总的判断，这个项目绝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，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革命。我们扩大了影响力，就是扩大项目的影响力，那么我们得到的收益是你前所未有的。高总，我回去整理一下 demo， 随后我传给你。静候佳音。好。我过来一下。干活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啊？我知道你想保护十二星辰。但是这次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不是太重要，你不能拿一个 demo 就上会，这不开玩笑吗？童宇，现在我们是公司化的运营，不是科学实验室，我们不能一切从项目出发。不是，我知道它不是科学实验室，但是我不想像其他公司一样拿一个想法就出来博人眼球，你懂吗？这怎么能是博人眼球呢？我们得到认可，我们才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啦。眼里只有钱是吗？对不起，刚才用词不当。你眼里怎么可能只有钱呢？你眼里只有我呀。你相信我吗？不相信。你相不相信我？嗯。童宇，你要相信我，这次的选择一定是最好最重要的。资金对于我们来讲是公司的运营，也是你项目的支撑。你相信我，这一次只会对不会错。我不相信你，相信谁啊？哎，公司那么多人看着呢。看着怎么办？好久没有好好抱抱了。哎，我最近也是太累了，这脑子跟浆糊一样。告诉你没生过气吧？怎么会呢？这39天了，你也没有好好休息过。还有啊，金刚不能总放在姥姥家，你有空还是要去看看他的。你报够了没有？报是报够了，但是还想。外面都是人，别闹。那又怎么样？电已充满，继续工作。占我便宜。药吃完了之后啊，还要回公司加个班，你先回家注意安全啊。没有你我睡得着吗？等一下一起回去。你陪我加班啊？嗯。是的。童宇。Lisa， 好巧啊。是挺巧啊。好久不见二位。可好啊？还可以。我也听说了，你们的十二星辰获得了腾飞的投资，恭喜。
您千万别攻击我们，这我们受不起。为了不让你踩死我，我必须要更加努力。哎呦，你看你这玩笑开的，咱们都得努力啊。改天请你们吃饭，先走了。哎呀，真倒胃口啊！好啦，是不是都没吃饱啊？饱了。哎哎，你们不是都已经下班走了吗？啊，我这不是有一个子程序要调整一下吗？哎呦。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，我先忙啊！加油！好。喂。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支撑他这样一直向前的动力是什么？也许就是那句话，三十而立，这是先生们成熟的一个印记，但同时也是一个重担的开始。三十多岁的先生们为了生活，为了家人，为了梦想，每个人都去竭尽全力，在一点点地改变着未来。或许有时他们也许会内心迷茫，瞻前顾后，犹豫不决，但是请原谅他们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独自前行，冷暖自知。请不要叫他们幻想家，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，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时代的想法，他们的努力就是这个时代前进的动力。他们还不够成熟，成熟到荣辱不惊，坐怀不乱，所以不要怪他们的不安和懦弱，因为这个年纪的他们刚开始品尝过去只能在歌里听到的人生二字。他们是三十多岁的男人，有着自己热爱或者纠结的事业，有着那有些不安却不足以自由的存款，有着陪伴左右却不知未来的那个女人，也有着能随时激昂自己却随时会将你吞噬的重重压力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为了爱，为了心中的梦想，他们一定会燃烧自己，全力以赴，永不停息。好了。我又检查了一遍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我现在把这个 demo 送到组委会去。董总工，你辛苦啦，代表十二星辰感谢。我这么辛苦，能不能有点诚意啊？哎呀，童总、徐总，外面有位先生找您二位，说是您二位的朋友。去看看。李工啊，童工，徐总。哎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童总了。好久不见，你真是稀客呀。我刚才在园区办点事儿，看到你们十二星辰的牌子，知道这是你们的公司，过来看看，拜访一下老朋友。欢迎，我带你去转转去。哎，你不是有事儿吗？我带李工转转。好，去忙吧。你们公司还真的跟别的公司不太一样呢，啊，对不对？
我也去过这么多科技公司了，讲真啊，你这儿的运营的理念确实让我刮目相看。无论从内部气氛还是这外部的环境，都跟别的公司太不一样了。本来我就是来八卦的，没想到收获的可不只是八卦呀。童工，祝愿你越来越好。我真心的希望咱们大家都越来越好。以后没事经常过来坐坐，啊！你不嫌弃我就来。我嫌弃你什么呀？你要是哪天离职了，我还非常欢迎你加入呢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这是我们项目的 demo， 你收好。两位哥哥，这合同我看了两遍了，不用这么认真再看一遍吧？啊，不是，这是合同，怎么可能看看就行了？哎，你看，你这个十家分店的要求在合同里边是一个硬性指标啊。嗯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确实不太合适。一个月内硬性规定开十家分店，那质量怎么保证啊？啊，这个，你补充协议里边还签个对赌协议，十家分店一年的利润要达到300万，三年就要达到1000万。如果达不到，就要要求乙方相应的股权，这个赔偿也不合理啊。不是，你看啊，这么算啊，就现在这家店，半年30万，一年就60万，那十家店同时开，一年600万。OK， 我承认肯定是有风险。就打风险50%，那也是300万啊，保底啊 ，OK 的。你怎么能确保每一家店跟这一家店一模一样呢？那是杰森的事儿，行不行？哎，杰森只能保证徐州一家店。兄弟们，我回来啦！吃最棒的蛙肉，做最精致的鱼。忍不住想吃。你说晚上早点吃。其实我就是回来参加比赛来的，怎么着？失望了啊？是不是想我想的热泪盈眶？差不多散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都困了，有点累了，回家。哎，呀，我这刚来呢，开玩笑的。不是你，快死我小我呀！不是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这谁叫你回来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这次回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个比赛可不容小视啊，冠军是20万。哎呦，哎，万一你要比赛一日游，什么军都没有，还搭2张火车票啊？不，4张。你闭上你这乌鸦嘴吧，人家同事都说了 ，never give up，give up， 懂不懂？哎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还有事儿跟你们商量。来，快快快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还知道有正事儿啊？哎，徐州那边的分店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分公司注册的情况都在稳步进行中。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不是这事儿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吧，我最近的状态特别不好。自从我回了徐州老家，每天无所事事，我以前的激情斗志全部都消磨没了。所以我回来呢，除了是要赢奖金，我还想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哎，明儿比赛时间中午1点，你们仨来不来啊？你知道最近啊，特别累，忙了一个月了，一直没有见到金刚，就答应小家伙了，带他去海洋动物园。啊，艾米的父母啊，明天要来，他们想要在这边逛一逛，你说我是不是得陪着吧？我跟吴总约了去嘉兴看分店的事儿。这你们仨这，那不来就不来吧，免得我比赛看到你们仨我还紧张呢。哎。你比赛什么时候结束？1小时，2点就结束了。
哎，那行，这么早咱结束了这个剧呗。好啊，来喝点。哎，行，好，我们撤了，撤了，拜拜。哎，还有话跟你们说，今天晚上别聚啊，别说别说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我这刚回来，你边喝边说，哎呀。这哥仨什么情况？走就走，正好明儿比赛，我临阵磨枪练习练习。哎。回到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突然安定了下来。这个月的浮躁、无聊、纠结似乎全部消失，而我心里有一种力量，呼之欲出，让我的每个细胞都活泼了起来。这是我最熟悉的那种感觉。我李杰森回来了。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紧张？哼，我李杰森的字典里有这几个字吗？臭屁！你跟你那三个哥们学点好行吗？弟妹，你这背后说我们坏话，这可不太好啊！你们仨，您不是不来吗？哎呀，你的人生大事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呢？就是啊，这万一要是我们不来，说不给你动力，这万一输了，这锅背不了啊！可以啊你，我们是过来给你个惊喜，怎么样？嗯。杰森叔叔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哦。好的，小金刚。嗯。叔叔一定给你拿回来20万奖金，好不好？来，聚个气。来，金刚，来，上上上上，加油！耶！我们的64号选手好像出现了事故，哦，请抓紧时间。你真的去听从一个蛋糕师傅的话，而不相信我？哎，你等一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太着急了，太想向郑东科技来证明我们两个是可以的。他还有时间犯错，还有时间胡闹，可你呢？你还有吗？